2015年4月27号早上的10点，可以看到人潮人往熙来熙往的藏族人民。络绎不绝的朝圣，沿着八廓街顺时钟的虔诚朝圣，可以从他的脸色的脸上的表情背景啊，他的服装特色可以跟他非常不一样的内容。这是所谓的八廓街，不分男女老幼，一样虔诚的顺时钟沿着八廓街转啊转，转呀转，祈诚天下太平，苍生平安。我走回家去了。